这边呢还有一样高科技，这个啊就是最早的时钟呢，它叫做日晷。你看上面呢有天干和地支，根据春分和秋分呢来区分。现在咱们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阴影部分啊，大概呢是在下午4点钟。故宫呢实在啊是太大了，今天呢咱们才走了一小半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我们这一期视频啊就先到这里了，记得呢点个关注，下一期带您看一看娘娘们住的地方。